好，我们先来抽这一次台服的二周年的阴天阳跟少年阴凤的那卡池哈。好，然后这一个账号是我同事的哈，帮他抽一下。以修尼哥哥每日限时免费哦，有时间抽，希望这个时间抽免费可以解决掉。以修尼 Go Go Go！希望今天不会烧香 我刚重训回来哈，有够累的。然后骑到一半，我机车还熄火，还以为发不动了。会不会十抽结束呢？以笛子，不是我的账号，完全不紧张。哎 不关我的事啊，跟我没关系啊。我这样会不会推卸责任推太快了？这没有关系，那是免费的嘛？OK 的，我们再十抽啊，再九十抽，再八对，再九十抽，一定会中其中一只哈。Go！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好，再来第二十抽，实际上是第三十抽了。好，感谢说明。然后数没有，好，再第三次抽，有意思啊！群主哦，因为群主没有仔细看，在上班呐、啊，没有，110抽龙叶阴凤人。乌雅与水酒，还不错110抽有四只爵，哈哈，然后第四十抽，荒神凶魄，不会啦，他不会来我家啦，怎么会呢？这很正常啊，这各凭本事嘛，对不对？这边他抽更歪啊，有可能的啊，是不是？有点害怕。嗨 永祥，Hello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第60抽，有了有了，60抽，拜托啦，拜托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九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拜托啊！第九，有了有了，这样。OK，哦，来。全抽抽爆！嘿嘿嘿嘿嘿！速速速速速速解决它！最好是那么塞二十抽都抽到溶液了，不可能！对，不可能的，这是 vocaling 的代际。
欸，还有送东西是不是？现在是，哦，有这个啦，哦，第30抽，哦，就感觉这次好像很好抽啊，没有，第40抽。没有，第50抽，哎，我刚才是60抽帮他抽到呢，算70抽抽到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第50抽，第50抽没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60抽。拜托，让我中啊！有啊，一样是60抽，会不会中啦、啊？第二只啊，第二只是不是龙叶呢？如果是的话啊，是不是该请个珍珠奶茶了？哎、啊，结果不是，我的珍珠奶茶，耶、有了珍珠奶茶。早知道换我的账号就好了。那我要吃早午餐。啊，先记着早午餐，这总共是70加多少？60抽，130抽。OK，解决。好。运气真好哎、欸！运气真好哎、欸！好，再来。好，现在换我的账号，我们先抽龙一爷，看会不会直接中。没有。钢弹是不是很多架？我只知道横滨有而已。票好像是要，我按了，票好像是要那个当天入场的时候买。第20抽，没有，很久开台没有到这个人数了，真。最近前几个月都要玩那个霸剑消云录，我玩太久了。哦，好几只哦，要买票就一只，真假的有好几只哦。第30抽，没有。完了，我加发数了吗？四二，好像还没加，对不对？第几抽啦？40抽，看一下哦。我是几抽开始抽啊？156是不是？156，所以像是，哎、欸，要30、40，要40抽了。好，第40抽。我在画什么啊？有了啦，有了啦！第几个？第一个，第一个，各位啊，如果你抽龙焰池第一个出现，就绝对不是龙焰。
单刀子杰，林老师哎、欸，哦哟，鸡歪，哦，真不知道说什么哎、欸，我指望是不是六星的啊？我看一下，我指望是六星的。不过你后面三个都是真假的蛋泥，真假？哦哟，哦哟，我先看一下是不是六星了，然后再来。跟紫风真有缘哈！闭嘴！哎，资源多也不止哦！中了啦！这个一定中啦！呀！祖坟打压你呀！好强的气啊！这是爸爸的气，这是爸爸的气，好强啊！爽啊！当你们以为我穷。穷如计什么？什么穷什么如什么？当你们以为我没招了啊，殊不知反转，是双踩吗？没有吧，一踩而已吧，对嘛，一踩嘛。穷如计穷的时候啊，殊不知哎，马上反转啊，杀了个你措手不及，厉害吧？想不到吧？我的阴晴阳，没有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大家不要紧张，要不要紧张？才刚开始而已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不要害怕。还没开始而已，我正在发功，还没开始，会不会20抽就结束了，然后就散会了？没事没事的，没事没事。阴千阳值得抽吗？你这个问题，我实在是，我说值得，一定有人觉得不。第三十抽。哎、欸，靠腰嘞！突破天际哦。然后第40抽，感觉有点衰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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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。哎，结果还他妈的给我见血，我会气哭哦！现在第50抽嘛，对不对？有啦，哎，第五十吧，第五十抽还是60抽？一二三四五，第五十抽，第二只，第二只是不是呢？哦，好紧张哦！我不敢点 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第二只是不是阴千阳呢？咦？咦？
咦？咦？110抽啦，紫风冷艳阴千阳啦。我结果我帮我同事抽130抽才中，各一只哎，毫无难度啊，毫无难度啊。对，没错，我换心愿了，毫无难度啊。piece of cake 啊，同事祭品才多祭品20抽而已。强度是一时的，没错。帅是一辈子的，但你说的真对。搞什么东西？好了，一百，这样我是几抽啊？一百，对吗？对，50抽中阴千阳嘛，就总共是110抽中紫风农业跟阴千阳。好的，换个心愿召唤，阴千阳抽成九，抽快抽了15分钟了。好，决定了，心愿卡池就是哑鱼了。好啦，就这样。好啦，那我们先抽哑鱼啦，自选包之后再看看。我选了吗？哑鱼跟人段里吗？好，这两只。好，我们抽这两只都抽到为止，好不好？让大家等那么久，我们这两只抽到。再说，好香香啊，香香，Go！我的衣服是不是洗好了？没有，没中。刚刚考虑那么久，然后两只都不抽是怎样？但是两只都要抽啊，第20抽。会不会我也败在心愿池呢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今天哈骑机车，然后经过那一条路，然后那条路是没有红绿灯的。第30抽，哎呦，画错了。然后呢，第一个路人就是要过，然后我直接停下来，挥手叫他们直接过。然后呢，再骑到下一个路口，又有一个路人要过，我也停下来，直接挥手叫他过。连续 combo 我，连续被 combo，因为原来骑机车让路人也会连续被 combo，没有没中，没有被撞啦。歪单边就好笑了，歪单，如果歪单边这歪单边的话，我就不抽了。那堆猪号是怎样？第50抽。哎、欸，我今天做好事好不好？你以为？只是没去买乐透而已。不是，我本来就会浪了，好不好？你们以为？我说真的，我本来就会浪了。好，第60抽，做公益啊！你以为买的是期待它中吗？并没有。哎、欸，有啦！青螺来啦，来你的头！1、2、3、4、5、6只，2、3、4，我已经没有力气呐喊了。五，子非鱼，焉知鱼之魂？太神啦！太神啦！哈哈，漂亮！好漂漂哦，好漂漂！你还没看过我本人，来继续，报告第70抽啊！对啊，一定会同志啊，没办法，没有没中。我见到店超多只哎，你们在那边，哎，礼包是不能选的，是不是？是不能选的哦，礼包不能选哦，我以为礼包可以选呢。
你们是很变态哎、欸！那腹肌照还那边，可以选吧？好，第30抽。但是可以直接选吧？对啊，可以直接选啊，直接选你要的不是吗？只是亚鱼跟七月不能而已嘛。好，第40抽。没有，要第50抽喽！天哪！爱景汉安安 就是这一期跟上期的不行啊，其他都可以选。第几抽？一二三四五，第50抽吧。哎、欸，这个十字金我是积了很久哎、欸，啊、哦，力60，力60，好、哦，还没有加趴数了，第70抽，第70抽，Go！不是啊，你们问我为什么那么多钻，我解释就是这样啊。哎、欸、干，没有，意外，有一股哈味啊，有一股宝味，第80抽，哎，保底耶。我的秃嘞？谁给你画秃？笑成这样 我刚不是有画吗？我的阿姆斯特朗炮，我不是有画吗？我都是画阿姆斯特朗旋风狼炮啊！干！这样没有？你在开我玩笑吗？干保底耶！我就送到还原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干旱90抽，哦，shit！好，来啊，Go！完了完了，这个心愿败笔啊！没办法啊，我想说捞两只校正回归嘞 来了，这个不，这个一定会中啦，只是会中哪一只不知道。一二三四，14个，干，烦哦。1、2、3、4，呀！我天，这是你爸爸的气吗？弗兰克斯，这是我爸爸的气，呀！呀！爽啊！爽啦、啊！你各位啊，学着点。啊，平常就是骑机车让路人过马路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就说平常做善事嘛。我今天刚做善事，完了，我明天喉咙烧瞎。看到没有？你们在说什么？不，没有佛心，不佛心的问题。完全是你们手气的问题吧？你看看，不要再怪罪什么官方纪律问题了。事实证明，你就是没做善事，你就是衰，没有其他原因的好吗？多做善事好吗？
哦，多做善事好吗？哦，真的要让路人过马路哦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你各位哦，我们要先让路人先走，骑机车、开车哦，小心哦，观看斑马线有没有路人要过马路啊？如果有啊，你就停下来让他过啊。他不知道你要让他过的话，你手伸出来哦，挥一下哦，挥一下让他过，知道吗？哦，这样子你以后晚上抽卡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？哎，抽到你想要的卡哦，好不好？这样知道吗？OK 吧？好，总计九十抽，这次九十抽中人段里，也就是说60加90，150，算后面保底，所以150抽中各一只。前面的话是60抽中农业跟紫风，然后50抽中阴千阳，还算可以啦。OK，累积了一大堆，真是多啊！好啦，就是这样。啊，抽卡抽了26分钟，OK，还好没有落塞，嘿嘿，爽。好，就是这样。谢谢各位。